好，完成了啊！好，上车了。人单曲实力就越高。好，王德明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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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上上上上上，各位朋友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钟明今天完成连江县第八届县长候选人登记，我也已经在9月1号向县长提出书面辞呈。我的辞职离开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为开始做准备。马祖这几年的发展，在立法委员陈学生的支持下，在柳增义县长跟团队的努力下，在阿江议长跟议会的监督下，我们连续7年拿到5星奖，这是一份荣誉，也是一份责任。因为曾毅县长已经借其任马，无法再领导我们，对于这份荣誉我们必须要去承担。未来的执行面将近有100亿，这100亿的预算攸关到马祖的未来，所以我身为他的执行长，义无反顾的要承担这份责任。我要从他的手中接过棒子，棒棒相传。我要培养我们的马祖地区人才，我们要棒棒的相传，做经验传承，做人脉传承。我的理念就是世代接力，幸福永续。谢谢大家。陈昌平，世代接力。